错。哎，来中路了呀，这个地方有机会，发条这边打出闪现，其实自己的状态还可以再继续作战。哎，下路的话，一个黑金针指到，再跟上一个 Q 技能那个眩晕，但与此同时，舅母也是被挂上了一个虚弱，没有再有作战的一个机会了。两边是换了一下，哎，还没有换，只是绿毛交了一个虚弱，但这个地方搞你的野区，两边都不想给这个下河蟹 啊，但蟹已经先回家踢出来了，闪现下来，闪现换出了岩雀的闪现，而且两边 ADC 做了一个皇城 PK， Loke 的一个血量非常不健康，开始是没有能够来到正面战场，Loke很危险，没有闪现位置的，巴德过来救主吗？巴德有闪现的。怎么办？海克斯神在蓄力了，还要拿特色发动，先给个 E 技能，鲁莽挥掷，配合队友的一个伤害，直接拿下一血，而且还想越绿毛，谁来扛塔？感觉得救梦塔先 A 一下。这波是怎么死的？应该是踢下来直接被推了。哎呦，这波大意了呀！两边都在被推掉，然后这个野兔拉过来，闪的夏克斯一踢出来，而且这一大波兵线的话，没有喊夏克斯过来，夏克斯的一个发育其实比较差的。刚才那波 TP 太伤了一些，哎，这一波岩雀也在后面，左手一个滑踩很危险。不过卡纳比这边也是被悲伤看住了，不敢过来直接接技能。这里也是开一个隧道，直接过墙走了。看一下卡莎的一个距离还很远呢、啊，这样子的话应该是京东 Gaming 可以先一步站住大龙坑的一个位置。但人都在往这边赶，明星的位置站得非常靠前，一个入侵到两个人，这波岩突抬过来，感觉比较好的先手控制其实就是来了希特拉大一下。一个套推到之后的话，拉过来直接杀掉。W 也是先把龙坑的一个视野给占住，这个地方亮 TP 了，过来了。Dome 的一个色体扛在最前面，一个要先手先把蜥蜴秒了。不过被秒掉之后的话 ，Missing 一个曙光还没有被换掉，而且悲伤的大招。这个不再考虑了，呼吸哥还想找机会，大招开开，这个地方想直接电死，想开门。卡莎大招也是用过了，直接逞下来一个逆流投掷，投到了，先给一个撒石阵，岩突走位扭过了，又开一发能减速流到，给一个惩戒，自己有一个加速效果，一个大招逼出了闪现，但是在后方 Breezy 直接来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能呼吸。哎，要来动这边 Zoom， 哎，直接开一个大招黄昏。这个地方 Q 技能又是闪现流到了，辅助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了，闪现是已经交过了的。这个地方靠着 WE 这几波抓单抓得非常的顺。Missing 还想开打大龙 B 团，想尝试抓一下野区的人。这个地方闪现过去，定跟一个大招，他要不然直接秒掉了蜥蜴。啊，旧梦的一个猎手本能直接进场过来 TP 啊，这个无所谓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波 ，Missing 先是一个小走位，扭开了一个致命滑踩，反身一个异技能黑影之刃没有指到过来，绿毛还在走位的同时 ，Missing 直接闪现过去，一个大招，哦，先是一个 Q 技能，然后再跟一个大，哎，巴德先手大招是定到了一个悲伤，悲伤这里没有选择开大招，一个头上推到两个人，而且 Missing 一个位置稍微有点尴尬，被一个强力弩直接给拉回来，再来一个怀中闷不烧乌鸦坐飞机，色体一个人扛在后面，而且靠一个 W 闪是把悲伤的一个血量打到非常之低。在后方旧梦是已经被收掉了，正面战场的话还在做一个拉打，虽然说夏克斯姗姗来迟给上一个大招，但是伤害完全不够啊，而且上面还要被包卡纳比来了，但这个地方凯南和岩雀做一个皇城 PK， Breezy 已经大杀特杀了，感觉那个位置没有视野，因为被一个针眼直接把这个视野给隔开了，少打多的一个情况，就感觉 WE 整个阵型是完全被分割开，包括他们集火的一个目标也不一致。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，先是由绿毛的一个巴德先手开大，但是只是定到了一个悲伤，冰伤也没有选择交出自己一个大招。Missing 这个地方其实扛了挺多的一个伤害，反身一个大招是减速流道，但是自己也被色体的一个强力弩直接给拉到了。凯南在进场身上被挂了一个虚弱，是的。那就是说，两边其实控制技能交的都还可以，但是我们会发现 WE 他们在交完第一套控制技能时，先推中凯南去，但发现京东这边要 run 完了，赶紧过来抢吗？开个蜘蛛皇，谁的龙？谁的龙？龙是岩雀的，而且进这个地方，虽然是吃到了曙光的一个大招，但是伤害已经打足了。色体又是一个大招，直接抱进去，一声声砸死了悲伤。凯南的一个天雷进场，伤害非常之高。卡莎这时候本能直接跟进场内，天女三花推的效果还不错，但耗去的一个伤害 ，Loke 也不好再输出了。巴德开一个时光隧道，赶紧走人。放给京东 Gaming，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。但是 W 可能觉得自己的装备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，想要硬过来抢这条龙。曙光的一个大招其实是打断了，没有打断。近的四发子弹全部出来了，这波 Zoom 感觉直接背这个悲伤进去打一波大 AOE，
还有凯南是大招配合上香克斯这边的大招，两个大招是扭转的局面。而且金身还好规刚好是规避掉了辛德拉的一个大招效果，有在拼信号发现了凯南的一个位置，想过来留一下把一个大招凯南闪现很关键，这波也是视野做的比较深的一个情况。这个地方瑟提过去一个强烈路直接拉回来，抱的是谁？抱到了奥拉夫的身上，应该是想要抱这个旧梦的，但是两个人物的一个模型刚好重叠住了。是的，还来不及了，感觉有点来不及了。这来不及了呀，海南卡住位置了，过不来。这大龙还有多少血量？大龙还有4000点，先是发的一个大招。然后岩雀的强慢先封一下，但只是用作赶路。这个地方也是。哎，看一下，近在远方开一个完美谢幕。第一时间龙坑位置的话，瑟提大龙吗？还不被抢了，抢到了。瑟提是一个 W 虚空拳，刚好斩杀掉了大龙。凯南开启一个天雷进场，但是正面的话，这个瑟提好肉啊！而且香克斯的发条在旁边，一个大招管住了后面的两个人，这边直接也把镜给收走了，还剩下一个瑟提。我们有技能吗？一个想换一下这边的发条，换掉了。W 砍下一个 Double Q。没必要拼这一手，待会被辅助抢了就尴尬了。那他手现在手中的一个筹码还是比较多的，看这波反战这一波，主要发现的比较晚，所以说正面过去的人京东只有三个人，近视远程开一个大招帮忙，有点尴尬，但还好是做不这一个虚空拳，36点抢了，36点血，惩戒伤害差了一点点。再看这波发条的位置，站在这个点。哦，这波发条也打了很多的输出啊。没错，而且球是以不断的在做追击，而且利用这一个加速闪现过墙，跟一个 QA 成功终结掉了 Loken 的一个大人头。箱子来到正面，哎，背上这个位置，还拍打，刚好是遇到了卡拉比，两边打野兑换闪现。哇，背上这里好果断，闪现过去 A 的，就闪现过去想要减速流，然后 Q 进的流。哎，这个地方一个大招直到了一个巴德，而且自己的一个位置陷入了对方一个敌阵之中，卡莎进场被挂了一个虚弱，一个天雷刚好是被巴德一个大招给规避掉了，但是这个地方岩雀有点退无可退的感觉啊，自己是没有闪现的，怎么跑岩突突的不错，悲伤被推走了，法师阵，但是天女散花没能够推到，开个金身，但感觉没有队友能来救啊，打 VK 直接控大龙，而且他第一时间虚弱是已经给到旧梦身上的，双龙会这有点绝望啊，对京东来说有没有人能抢？没有。那现在对于京东 Gaming 来说只能尽可能去处理一下兵线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先手的话是 Mism 一个曙光直接指了过去，但是被瑟提给抱了回来，卡莎顺势进场身上被挂了一个虚弱，而且巴德还有一个蓝盾的效果，顺手给上一个大招阻止了 Brissey 的一个万雷天牢影，但是自己也难逃一死，而且在侧翼的话也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如果不开团的话，被 WE 这边主动先手开到的话，他们团战基本是必输。没错，哎，这里巴的一个大招直接大空了，没有大到任何人，纵的一个位置非常尴尬，赶紧交闪现闪到自己家高地上面，但是中路的话因为你没有位置了，所以 WE 可以顺势凭借着大龙 buff 之力清掉这个冰影水晶，甚至想一波开大，这个完美谢幕仅仅只是打掉了悲伤的一个护盾。那京东 Gaming 现在五人是全部都在场的，这一方停破坏者过去强烈路直接拉回来，跟一个反向的区域红拳啊，这波说实话有点没太看懂，但是奥拉夫开了一个金融皇后，往后稍微撤退一下，发电大招拉得很不错，这个地方凯南被直接被秒掉了，凯南手上还有一个大招的，这地方甚至还有再进场的机会，那应该是一波了，瑟提又进去，又是一个停机破坏的枪猎鲁，再跟上一个虚域红拳，自己直接被秒杀掉，悲伤进入大杀特杀模式，而且呼吸哥是直指对方的一个门牙塔，那我们也是可以恭喜 WE 成功的扳回一局，开个电没有电到人，